個電話機樓，講緊嘅係固網電話嘅一啲設備嘅儲存嘅地方，咁佢附屬辦公室最多可能係一啲後援嘅部門去支援呢一個電話嘅機樓嘅業務咯。咁如果你係愛嚟做一個顧客嘅服務中心咧，似乎就唔屬於呢一啲附屬嘅用途啦。如果你將佢演繹為成個集團任何業務都可以喺嗰度進行嘅話，咁我覺得似乎就係有點太過啦咁樣嘅演繹方法。